大家好，我是小袁。看，我今天收到的手机啊，这十几台手机，我都早上刚收到，就已经卖了好几台了啊。看这一台，这个是 vivo 的，这个、手机啊，收了200多块钱，卖了300多，256G 的大内存啊，真便宜。这个也卖了啊，这是红米 K40 Pro 啊，是卖了1000多一点啊，收的时候接近1000块钱啊，赚了100多块钱。K40 Pro 8+128G 的，还有这个。vivo X90 啊，这是个准新机，这个卖给同行了，赚了几十块钱啊。因为同行经常找我拿货啊，拿的比较多，所以我赚的比较少。这个准新机8+256G 啊，2000多块钱。X90，还有我看一下，这台华为 Mate 40 Pro 啊，也是个老客户找我拿的啊。Mate 40 Pro 8+256G，这个是5G 版本的啊，3000多一点啊，也刚卖了。还有这台华为 Mate 30 Pro 啊，这台也卖了啊。这个是个老客户找我买了4-5台啊，这机我卖的是2000多一点啊，那老客户给他优惠了一点，2000块钱卖给他的，8+256G 70990 5G 版本的啊，成色也不错啊，有点小小磕碰，2000块钱啊，这个是目前最畅销的机型啊。好了，我带大家看一下这些机型现在什么行情啊。最近一段时间很少拍视频啊，因为最近一直在忙啊，很多机型我们刚到店还没拍视频都卖了啊，每天都能收到很多机型，现货几百台，现在也只卖的只剩一半了啊！这些都是苹果手机，各种机型都有，很多准新机。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什么行情啊，非常的便宜。这个是 vivo S1 Pro 啊，这个收的才200多块钱啊，它是个原装机，但是屏幕有老化啊，有点阴影啊，是6+256G 才200多块钱啊 ，S1 Pro 卖给客户300多块钱啊，能赚个大几十块钱。这个是红米9啊。5000毫安大电池啊，这个是4+64G 啊，现在行情200多块钱。这个是 vivo 的啊，这个手机也有点老化，看一下，跟它设成的深色模式啊，它都看不到。现在很多机型屏幕容易老化啊，那老化的价格就便宜很多。这个是 vivo S71 8+128G 5G 手机啊，这个、手机收的是300多块钱啊，原装机啊，没有修过，就是屏幕有点老化啊，不影响使用。这个是个 vivo S6 啊 ，5G 手机900块钱啊，现在价格都便宜了。看一下8+128G vivo S6 是980八核处理器啊，成色不错啊，几百块钱备用机。这个是 vivo Y9S 啊，屏幕指纹我看一下啊，8+128G 啊，这机当备用机非常好啊，也是几百块钱啊，小几百块钱收的。这个是荣耀 X10 Max 啊，大屏幕手机，也是几百块钱收的啊，5G 手机，荣耀 X10 Max 8+128G 啊。现在行情啊，几百块钱当个备用机非常好，双扬声器啊，大屏幕大电池。这个是荣耀 X10 啊，这个、收的600多块钱，8+128G 啊，成色也是非常棒啊，98芯8+128 70820 5G 处理器啊，升降摄像头的，现在行情啊600多啊收的。这个是红米 K40 Pro 8+128G 啊，这个、骁龙888处理器啊的 128G 的，接近1000块钱收的，这个已经卖了啊，赚了100多块钱，卖了1000多一点。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排的机型啊，第一台这个是 vivo Lex 啊， vivo 的高端旗舰机型，瀑布屏升降摄像头啊，这手机屏幕非常好看啊， vivo Lex 3S 12+256G 骁龙865处理器啊，这手机收了1000多块钱啊，现在价格真的便宜，你以前换个屏幕啊接近2000块，现在整个手机才1000多块钱啊，升降摄像头啊非常的高清，看一下啊，也是非常高级，1000多块钱用个这么高级的手机啊，简直是非常划算啊，12+256G 的。这台是 vivo X90 啊，这个已经卖给同行了，赚了90块钱，2000多块钱啊，8+256G vivo X90啊，等一会儿要发货啊，因为同行经常拿货啊，赚的比较少啊，有如果做手机的啊，可以经常我们互相调一下货啊，因为并不是每个人所有的货都有，所有型号都有。这个是华为 P40 成色嘎嘎新嘎嘎亮啊，8+128G 70990处理啊，99芯的，现在行情1000多块钱啊，行情都跌了。这个华为 Mate 30 Pro， 这个手机就有趣了啊，这手机 Mate 30 Pro 升级了华为保时捷的系统啊，8+128G 啊，华为 Mate 30 保时捷只是刷了个系统，它实际是 Mate 30 Pro 系列，非常丝滑啊，鸿蒙系统。这是华为 Mate 40 Pro， 这台已经卖了啊， Mate 40 Pro 5G 版8+256G 现在行情3000多块钱啊，麒麟9000处理器啊，华为的顶级旗舰，这个机啊非常畅销，非常热门啊，现在价格低了3000多块钱，256G 啊。这个是 Mate 30 Pro 啊，256G 的，现在行情在2000块钱左右，8+256 70990 5G 处理器啊， 5G 版本的。哎，这两台是苹果 X2 改的啊，之前有一批货还没卖完，这个是这个啊 256G， 但是这个是卡贴机啊，才几百块钱收的啊，这个机客户已经打了定金啊， 256G， 但是卡贴机啊，连 WiFi 没问题啊，插卡的时候就麻烦一点。
啊，成色非常新啊，这 XR 改的一个13 Pro 白色的，几百块钱收的啊，行情不到1000块钱，256G 苹果 XR 啊，虽然是个卡贴机啊，但是连 WiFi 是不影响的，插卡的时候用卡贴一起插卡使用。这个是这个手机啊，这个无锁的，这是国行的，也是 XR 改的啊，64G 国行的啊，功能全部正常，行情在1000块钱左右啊，1000多一点啊，这个是原装机啊。再有两台平板电脑啊，1000多块钱收的 iPad Pro， iPad Pro 就是这个是应该是第一代的 iPad Pro， 不过现在用来看视频啊，玩游戏上网课都没有问题啊，有128G 和256G 的，都是插卡版的，可以插卡全互通 4G， 1000多一点啊，1000多一点现在行情，这个是256，这个是128G， 都是 iPad Pro 啊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收到一些手机，有喜欢二手机对二手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，每天更新二手机行情，拜拜。